把纸呢折成一个尖儿啊，它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啊，终点就卡前面，啊，就擦前面，后面其实都可以不擦啊，都可以不擦，主要是抓一些交界线，啊，而且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种交界线，都擦了它就会容易腻，这个上面可以稍微带一下，啊，然后这个。啊，擦呢，千万记住啊，不是说整个都擦，一定要留所透气。你看这个光啊，这种反光，这个要留出来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通过这个擦呢，它关系更强了啊，不能擦完之后变糊了，没关系了，那就不合适。啊，用这个尖呢，轻轻的把它这个暗部走一下。啊，它这个脖子里边呢，本身它就有很多起伏变化，啊，一定要画透啊透，然后啊还是重点呢抓这个转折，啊，交界线、转折，抓这些重点。然后剩下的这种灰的呢，我们可以用手指啊，它不是说所有的都要用纸巾，有时候纸巾它擦的它容易糊，擦不出形，那这种灰的我们来用这个手指呢，就会相对就会好一点。嗯，现在呢，我从这块儿啊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。深入的时候还是全方位的，啊，头发、五官啊、衣服，全方位的同步的同步起来。
当然这个走的时候呢，也是需要边去擦啊，边擦呢，然后边擦啊，边拿这个笔去加，像这些地方特别重的地方，我可以拿14B啊，轻轻的来走啊，因为还要擦嘛，这样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就能够往下种，但是要注意秩序。你看这块一加啊，这块它比较重的，稍微扫几组线条，不需要太深，但是一定要给。这块呢，它能感觉到就变得比较深了，重一些了。包括这个下面呢，这里边都属于重的地方了。我们还是有计划的，有这个秩序的走啊，不是一口气把它所有地方都加重了。它这个重的地方它非常有限的啊，我们不要单看图片上重啊，但是真正如果说你看实物的话，它不可能这么重啊，看真人模特它不可能到处都这么重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这个画照片的一个弊端啊，就是说它很多东西它拍的都是一样的。实际上写生当中呢，真人模特写生当中它还是很多变化，不可能一样准啊，像这些边缘的一些点呢，可以去考虑啊，它这个边缘它是有秩序啊，有些地方松，有些地方紧。那这个暗部呢，它就更加的深入了。包括这个里头，其实大关系这一个步骤之前的起型啊、出色啊，从起型一直到这一步之前，它都是比较快啊，相对来说呢比较快，但是到这一步之后呢，它会慢慢的慢下来，因为涉及到这个深入塑造了，塑造本身就是比较慢的一个过程。头发走一走，然后再用这个 HB 啊，用 HB 呢来把它的五官，我在画的时候，我可以一手拿个擦笔啊，拿擦笔，就是先拿擦笔走，像这些非常能够深下去，
这就是它这个不同的工具材料的一个好处啊，就是非常深，一下去就非常深。那像这种情况，它可能很重。啊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是，都没有去加啊，都没有拿这个铅笔再去给色，只是这个擦笔上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黑的深的颜色啊，在这直接去擦呢，可能就会一下子就重下去，省去了我们再去给色的这个程序。这个底下呢，暗部还是重一些，啊，统一重一些。包括眼睛，不管怎么重，最终呢还是一个点，就是它的形，形和它的秩序，啊，颜色，每一个颜色的形和秩序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这个颜色画对了，但是它的形状不对，那还是不对啊。现在你看这个感觉非常虚，哎，像这个后面就像拿一个硬笔一样，轻轻的给它扫，把这个暗部往下种啊，包括手指都是可以选择用。然后嘴角别忘了，嘴角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进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拿笔。啊，还没有拿笔去走，还是拿这个擦笔，也就是说擦笔出来它相对来说呢还是要虚，还是要虚很多。这个反光呢给它留下来，然后这个下唇啊，下嘴唇底面啊，包括这个交界线就跟上了，啊，我们重点放在交界上面，转折上面，其他都不多画啊，其他也不多画，毕竟它是皮肤呢要透。然后这个窝里边，哎，只要有重的地方，好，这是这个深的地方啊，像这个外头呢特别深的地方都可以拿这个笔呢再擦啊，因为它还是能够很容易能够种下去的。
而且它种下去这个颜色呢，它不会死啊，不会像这个笔卡过的啊，笔卡过的它还容易画黑啊，容易黑的，这个卡出来它还是非常舒服。啊，这样它就比上一层呢要深入了啊，深入了很多了。就像这些地方，你给上颜色再去揉，啊，这个揉的时候力度就大了啊。像第一层呢，拿纸巾擦的时候是浅浅的、轻轻的，为什么呢？是要保证它不黑啊，就是不堵啊。即使擦过之后，保证它这个画面不能堵。这是第一遍擦的时候，那现在擦呢，目的是要把它这个前后关系往开拉啊，要拉开。那所以说呢，力度上就要大很多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这儿就有一个透光，啊，这还有转折啊，注意。它里头还有很多变化。哎，这块它就头发呢就更加的清楚了，对比呢也明确了。啊，包括底下投影都给它擦整一些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看上去就会更加的舒服一些了。啊，这个擦完之后。脸的暗部，哎，用这个交界线收住了嘛，收住之后，我拿这个纸巾呢，这下把这个暗部多去走一下啊，毕竟它还是要统一的啊，统一就是这个侧面和这个底面这儿不一样，这儿有个转折啊，这块反光呢是挺强的啊，下颌角这块，然后底下呢脖子它又重一些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光呢，它是有强有弱啊，反光并不是都一样。